哇，是水桶啊！装水喽！叮叮，我装不进去。它这个提把这边是都是塑胶的。对啊，像这样子，就摔到地上就马上坏，就希望不会摔到地上。那你就不要把它拿起来呀、啊，把它水装水过来倒就好了。这个提把很方便啊。盖子上面有告诉你，请加入干净的饮用水源，所以就你加自来水就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自己把它搞坏。自来水也是干净的啊。干净的饮用水源要插马桶水，干净的，他没写，他可能说明书里面有写啊，干净的饮用水。没有看说明书。说明书不用看啦、啊、说明书也要读一下新闻就对了。哇，水哦，哎呀，你要喝几度的水？才能你看里面的，可以门都关起来啊。好。哇，这里要来，我们先来喝常温水。哎，不对啊，我都还没有过水。过水。啊？怎么过水？就是先让水流过整个管线啊。啊，他有这个。先要做这个动作，啊、不是正常都这样吗？你有这个按钮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先让水全部，啊，过那个管线，你不就是出水，它就过那个管线了吗？嗯，啊，它怎么出水就没水了？我少做了什么事呢？啊，没看说明书哦。嗯，说明书它一定要先告诉你说，第一次要先干嘛干嘛。还不赶快把说明书拿出来！是这个样吗？啊，就有水啊！说明书还没看就有水。啊，常温水不就直接过滤出来的水而已吗？那这就是流经里面的管子啊！我只是把那边管子洗干净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第一杯要先倒掉。对啊，对啊。当然喽。啊，常温水就直接拿去，你说，直接拿去水的那个过滤器装水，直接喝就好了。不是啊，我要洗嘛，你紧张，还没有给你喝啊。发生什么事？撞车！撞车这么开心。哇，我们 Spider 跟 Lois 撞车了。啊，我们先来试试。哇，我们 Spider 挂点，他开到哪里去了？爆胎了！你看轮子，后面轮子爆胎了。喂，你看这样才刺激嘛。哇，他们两个第一名、第二名都猛相撞了、啊，还加五秒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他超出线外三次啊！哇，他们两台都爆胎耶，因为两台相撞啊！啊，他怎么还第一名、第二名？没有啊，一直往后倒啊！
所以等于他们第一、第二名两个就挂点了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哦，还有十，十不到十圈啊，七圈啊，六圈啊，可是你要继续换胎啊。哦，人家一圈追五秒，没问题的。不也快啊，我们要来喷四十五度的水。哇，对。所以它加热会有风扇的声音，因为它很热啊，要瞬间加热，然后散热啊。哦，四十五度的水，呵呵，给你温水。怎么样？是温的水啊，帅吗？怎么样？温的水，你从来没喝过温的水吧？哎、欸，快来喝水喽！给你喝四十五度的水，快喝四十五度。Norris 挂点。哈哈，妈妈不喜欢洗澡水的温度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再来，温水是55度诶，为什么？反正就有99、85、55、45，常温。而且冰水是15度啊，啊他刚刚一直说10度是怎样？他、啊、在那里瞎掰。15度。哦，就是这样撞到了，你看到了？没关系，整个网路待会就会都是影片。泡牛奶，刚刚是泡牛奶啊！哦，快快快看，先快看，嘣，撞到！哇，他的胎后面轮胎就爆了。再看一次，嘣，那怎么会是撞到后面的？哇！所以Norris要超胎吗？对啊，那怎么会可以后轮撞后轮？根本不必两台都爆胎啊！对啊，那 Norris 这样子，可是 Norris 就退赛了，所以 Verstappen 还他这样子还能开回去耶！哇，那轮框都整个凹变形，整个赛道都烂掉，所以他现在是那个红旗还黄旗啊？应该红旗啊，整个赛道都是东西，怎么开？所以 Verstappen 回去换胎还可以继续跑，他还有机会啊。那红旗啊，就整个就还有机会、啊。可是现在又开始了。又开始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好啊，我们接下来要来，哇，屏幕不见了。温水，快继续来喝水了。我看你喝水。你要看我表演喝水吗？温水啊。哦，他是一开。一开跑第一圈还没跑完就已经弄掉了，就已经下去换鼻翼了。根本看不到东西，好不好？怎么看不到东西？是我太黑了吗？因为我把荧幕调超黑。你看起来没有在做事。是，我是魔法师啊。55度哦，它还有 UV 啊，它的 UV 不能关掉。它就是你一按它就有 UV 啊，你要洗澡哦。哇，拉手意外获得要第一名，因为已经要 ending 了，撞烂最后三圈。这个叫做塞翁失马，所以 Norris 帮了 Russell， 把 Verstappen 给干掉，哎、欸，这厉害啊！好、哦、笑、啊，所以这、就是跨车队合作，要找一个人故意去把它撞坏了。嗯，鹬蚌相争，如何？
五十五度，感觉五十五度才是我平常喝的温度，所以我平常都喝五十五度的水。所以你以后就只要按五十五度的就可以了。没有啊，我要泡茶就要会按九十九度。哦，你要喝五十五度的水啊？我不要啊！啊，你不喝五十五度的水？你不体验一下？你喝完了，你待会你说我待会要再去洗澡。对啊。OK， 五十五度的水结束。那我要制冰吗？那我先制冰。现场有听到声音吗？为什么？现场太吵了。可是这个其实蛮大声的，没有特别注意。那你不用特别去听，就不会发现吗？没有，你把电视关掉，所有东西关掉，你就听到呜。它这个风扇频率算比较高哎。你应该是顺热启动，它就会风扇就会响。顺热启动，可是也没有那个制冷啊，但是制冷比较大声。这就是可能第一次开始，他不是说要几分钟、哦？没有，他说要半个小时。他制冷要半个小时。哎、欸，风扇真的，像是浴室的那种抽风风扇的声音。比较高频，你可以自己换啊，换那个电脑风扇、啊。嗯，那个电脑风扇要3000块。啊，下一个85度喽。哇，两个一起更吵了。哎呦呼呼呼，然后真的呼，他整台机器像恐龙在叫。哇，85度，这不能喝吧？嗯，哇，这个疼疼，我们没有温度计可以测。嗯，你要去买个温度计。泡茶啦，那我去拿茶叶，我来泡茶啦。